萧敬腾万圣节 cos 太抢镜，网友赶紧回家。刘畊宏就晒出了和周杰伦夫妇、萧敬腾等好朋友在家过节的照片。这场 cosplay 的聚会中，周杰伦和昆凌 cos 成《玩具总动员》里的蝴蝶 M、牧羊女。过万圣节也要这样撒狗粮，让剩下的朋友们羡慕嫉妒恨啊！双人合照了解一下，如果不说，你能看得出萧敬腾 cos 的是威尔史密斯吗？不过看得出老萧的造型也是下了苦功的，不但要全脸化妆，甚至连头发都精心打造过了。是 ZQSG 在过节没错了，不过网友们似乎都不怎么买账，叫萧敬腾快点回家。起初在我们战斗吧这个节目里，大家还是相亲相爱的好朋友，不过越来越熟悉之后，萧敬腾就开始日常坑王嘉尔了。节目的售后福利也超好的，因为萧敬腾、王嘉尔再加上白敬亭是真的成了好朋友。萧敬腾和王嘉尔的沙雕连续剧都看过吧，高音太多，遭殃的却是隔壁的萧敬腾，还能不能让人家好好回答个问题了。